Come on. Yeah. 不是这个音乐。 对，这个好，早晨 ，morning， yeah， 哎呀，来喽，嗨，星期六，看到我们今天穿的服装了吗？早上，对 ，yeah， 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场，现在还没有出门的，跟我们跳完操洗个澡，今天可以想办法到户外去走一走，对，今天是。 早上跳操，早上要准备些什么呢？Vivi 姐是准备了这个黑咖啡，但黑咖啡里面还加了 MCT 油，然后我发现，在运动过程当中暴汗淋漓，所以我今天还要再试一次，看是不是像上次一样暴汗淋漓。一定能暴汗，是不是？<笑>确定吗？那我不能再喝，因为我已经太暴汗了。<笑>对，所以我现在其实我在运动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找一些这种产品啊，找一些这种东西，然后来自己来试。对。然后如果我之后真的试好了，我觉得真的很棒的时候呢，对，再告诉大家。对，好不好 ？OK， 玉玉姐是一个非常爱分享、吃吃喝喝的人，所以大家要关注她就对了，好不好？欢迎你们来。 哎，今天到底是什么新操呢？大家猜起来看看啊，对不对？有看到我们新造型？哎，他说我像水手，你像大厨。<笑><笑>哦，对，因为我拿了什么食物啊，拿了什么，<笑>然后就感觉来，我们要做饭吧。Yeah，各位，今天早晨有新操，七月要给你们新操，明天还要再给你们一个户外的跳操的时光。各位，这个七月我们要让你很不一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对，大家看了我们的新服装，对，还是不晓得今天会有什么新操，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流教练说七月啊，新的一个月份，而且是下半年了，所以要给大家一个新操。他们说新操是雇佣者，怎么会是雇佣者啊？穿这样雇佣者。水手，哎，水手，新操是什么？因为雇佣者是教大家跳一段这个给大家互动的一个雇佣者。那今天是有新操，是七月的新操。这个新操呢，跟各位说一下。 比较简单，能够让大家暖身的时候来跳，所以大家切记，今天几号？今天七月二号，今天是我们七月的第一场直播，欢迎大家进来。有来的帮我刷一下舞，耶！明天才是户外，明天是户外，对。而且呢，那个我们呢，今天因为有新操，所以呢，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您赶快去叫醒你的朋友。对，赶快来学新操。谁这边说什么水手怕火？水手怕水。<笑>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待会大家就会知道了。我们待会带大家先来暖身一下，然后我再大家跳一个新操，然后呢，让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好不好？今天早晨会是一个新的一天，好不好？跟你自己说，今天是一个新的一天，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对，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不管我们的环境有许多的挑战跟困难，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一切要开始改变，我们当我们开始努力，当我们开始让自己更棒更好，当我们充满了信心跟盼望，这一切慢慢就要开始改变。也许没有马上，但是它就是开始改变。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对，你一定会达成你的目标的。 你一定会突破难关的，好吗？OK。我们现在开始暖身，准备要开始暖身了。待会呢，我们要开始学这个新操，那大家呢多学几次。我呢，不瞒大家说，我也是今天提早半小时起床，然后跟刘教练学。哦。然后呢，我觉得我大概呢第一次学，我大概就能学到差不多六成。六成。对，然后呢，待会再跳，可能就会跳了，熟练了。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在。 这个新操的上面，我觉得应该很快可以拿捏好。是不算太困难的。那大家呢，今天听到猜猜像什么样歌？觉得我们今天的新操会什么歌？猜对的呢，我们待会呢，来看看谁猜对，好不好？我本来想说要给他们什么比赞，后来发现我不能按赞，<笑>好不好？大家一起早晨好不好？我们给自己先鼓励一下，我们一起先按一下赞，现在将近40万人了，来一起先按一下赞。 给自己鼓励，我们都有起床的各个城市的小伙伴、男孩、女孩，恭喜你们！很多人跟着我们一起跳操，在我们的过程当中，这次我每次出门遇到他们，我们都非常的开心。昨天带我去拍广告的那个一个女生的这个。
这个驾驶，对，驾驶员，对，他带我们到最后非常一路都非常安静，都没有说话。去回来呢，我们最后说谢谢。我说真的，我说他说我其实住在上海，然后呢在这段期间谢谢你带着我们一起跳，然后他现在能出来一起工作了，我非常的开心。耶、yeah! 这是我们的暗号哦，好吗？如果你想要做这个的也可以 OK 好吧。哎，刘教练，刘教练，如果你有这样的，我就会跟你互动起来，不要害羞，动起来，跟我们的男女孩们。好了、啊，在今天早晨，我们刘教练的打招呼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对，好不好？昨天那个驾驶员他可能不好意思，他在开车，他在开车。好了，我们要开始暖身，我们要来吧，准备开始暖身。首先，我们先来跳我们的第一个操，让大家先开始暖起来。然后待会我们会教大家七月的新操，好不好？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欢迎你喝口水。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动，记得25分钟之后，如果你是空腹的，要开始补充一点饮品，比如说这个豆乳啦，或者是其他相关联比较好消化的东西。来 ，Go， come on， 来吧。Hello， morning， 早安，欢迎进来的是关注您左上角的福袋，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今天早晨晨鼓励大家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动起来，好不好 ？Come on， yeah， 今天我们穿的水手服，所以新操怎么猜猜？Come on， 加油！欢迎代号47，预备 ，5、4、3、2、1， go， 脚先动，很棒，再一次，比你前面一点点，再一次 ，Oh yeah， 来，我们手上起来 ，Oh yeah。再有红包可以帮我设置那个啊，什么七月的新操啊什么的，对，嘛，加油，对，来双手，加油，我们穿这个水手服，可爱吗 ？Oh yeah， 愿你们今天有一个好心情，让我们呢跳瘦了，让我们健健康，来开始一起第一天七月的第一场直播 ，Come on。加油，再来一次，很棒 ，Oh yeah， 双手5、6、9、10，今天我们会有七月的新招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穿着水手服，你猜猜会是什么歌曲？加油，加油 ，1、2、3，手夹。欢迎大家进来，我们现在正在暖身。如果你刚进来的，赶快设下关注您左上角的福袋，在今天礼拜六的早晨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好不好？欧耶，待会请跟我们一起来跳我们的新操，5、6、7 ，Go， 下，中，上，再一次，中，再一遍 ，Come on， 哎，是不是水手怕水呢？大家猜一猜。让大家夏天能够清凉一下 ，Come on， 右边、左边，再一遍 ，Come on，Let's go，Come on。很棒 ，Come on， 再一次。欢迎大家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Go， 手往上 ，OK。如果你刚起来的，赶快休息一下，跟着我们一起来动一动。我们等你哦。对 ，Come on，Woo，Yeah。啊，如果
早安，各位。早安，早安。如果昨天晚上吃太多，然后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餐也没有关系，先空腹有氧30分钟也是 OK 的。对，先可以给我们空腹有氧，在空腹的时候呢，你只要先补充水，但记得你要准备一下像豆乳，对，像 Vivi 她也是准备，我有准备豆乳之后的豆乳，对。那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做一些空腹有氧，所以我的黑咖啡里面就特地加了 MCT 油，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算空腹。OK， 好了，来了，我们一起来公公偏头痛，先来改善一下我们的圆肩驼背，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简单的动作，帮大家久坐办公室的，或者是呢常看手机的，都能够跳起来，音乐放下去，来 ，Come on。预备，手心向上，跟着我们一起动 ，Yeah， 怎么样？我像大力选手吗？像，有没有？超级无敌像，有感觉了吗？哒哒哒哒哒哒，噗噗，哒哒哒哒哒哒，噗噗。待会我马上要给大家上新操喽，今天的新操到底是什么？待会大家就知道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起来哦，暖暖身，我们就要来跳一下新操，好不好 ？Come on， 跟着一起来，五、六、七、go， one， two。three, four, one, two, 走了，哎呦，够我的音乐，有点小声，听不到这首歌，对，再一次 ，come on， 加油 ，five, four, 走起来。有没有越跳心情越开心的感觉？对，早安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早晨动起来，往头沿啊！今天有新操教大家 ，Come on， Yeah， Let's try，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沿下这个动作 ，Two， One， 沿下这个动作，改善大家圆肩驼背。早安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正开始暖身而已，赶快哦，一起来哦 ，Come on， 五、七、再一次 ，Come on，Oh yeah， 五、六、七，再一个，手打开 ，Come on， 跟着一起 ，Come on， 五、六、七，再一次。如果你刚吃饱的话，休息一下再跳。什么？夹一下。Oh yeah！ Come on， Let's go！ 动起来。Oh yeah！ 五、六、七、走。一样，往上。Oh yeah！ 六、七、走，再来。Come on, oh yeah. Come on, 五、六、七、六，点，最后，手拉一下，很好，手背拉一下你的背，对，改善你的圆肩驼背，动作很简单，记得手肘往后拉，前往伸，不难，再次，吐气，背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改善你圆肩驼背，让你抬头挺胸做人，加油。很棒 ，Yeah， 五、六、七、八 ，OK。这个操啊，我跟你说，之前呢，我都这样子，对，然后或者这样子，然后那个手肘掉下去了，对，然后后来刘教练帮我调整以后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这样拉，对，所以不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哦，好吧，手肘要这样子平行拉后。对，才能拉到你的背，才能真正把你的后背整个那个肌群这样扭转的拉开，会很好。今天呢，在早晨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暖身。如果你刚吃完早餐，那要记得稍微休息一下再跟我们跳。对，前面25分钟，我们全部都是比较低强度的有氧训练。然后今天是7月的第一场直播，所以会有新操带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留在我们的直播间，跟着我们一起来跳我们的新招。Yeah. 如果还没关注的，赶快设下关注。我用简单的方式带大家一起动起来。接下来这个动作也很简单，踢腿的动作，让大家很简单，踢踢腿，动一动，加速一下心率，就会开始爆汗跟流汗了，好吗？好，动起来，各位，加油！我们现在软脚了。对，来来来 ，Come on， 来，踢腿，哎，踢腿，阿勇，你醒来。我的妈呀！是啊，啊啊，
你人家打字，你再一直看你干嘛？有流汗了、哦。开始看着你打字哈、哦，发达。来加油，六七六。点点点。如果昨天晚上吃多的，或还有喝酒的，早晨赶快起来动一下，把汗排一排，走，踢腿。踢脚踢，加油！踢脚踢，踢踢，加油 ，Come on！ 记得肚子提起来。Oh yeah！ 踢脚踢，五六七跳踢，加油！踢起来，手牵手，我们靠这边，把心率慢慢拉伸，吐气。Oh yeah！Come on！ 动起来。跳踢，循序渐进，跟着我的动作，非常简单。四、五、六、七、零，蹲、踩、蹲、踩。如果你刚进来的，很简单，循序渐进，跟上我的动作，不难。待会我们要往两边踢腿，需要先点一下，让你习惯这个动作。Come on， 男孩女孩们，加油！跟我们一起来，五、六、七，踢腿。踢起来，慢慢踢，把这个腿的筋打开来。现在正在做暖身的操，动态的暖身。吐气，再来一次，很好。四，踢高一点，慢慢踢高，很棒。五、六、七、动，开始跳。很棒，吐气，加油！五、六、七、八、零，脚踩后面，对，加油，各位，早安！早晨跟我们一起用简单的动作跳起来。如果你刚进来的，是关注，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然后慢慢加一点点转身，对，把你的腰扭一下，对，很棒，好，跳起来，跳转，跳转，很好，再一次跳转。保龄球，再来一次，吐气，很好，很棒，动作不困难哦，各位，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用简单的动作帮助大家，在训练的时候，你只要看我的动作，学习一步一步，对，抬头挺胸，保持核心稳定，用你整腿的力量，哦耶，定格。Yeah， 很棒！哇、yeah、哇、哦！早安各位，起来了吗？大家都好了吗？都可以了。有没有苏醒了？苏醒了，身体开始苏醒了。有没有流汗的？帮我刷一下，你流汗了吗？嗯。哦，我的帽子刚刚一直掉。你都不够紧是吗？对。还太松了。我来搞紧一点。没有就稍微。那你继续跟大家讲话，不要管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今天呢，我们前面是暖身的操，鼓励大家早上喝水，然后准备。现在如果你是空腹有氧的，待会呢，大概在这个9:30的时候，你可以开始补充一点豆乳。就像 Vivi 他会补充一些豆乳，我也是，我已经先喝过了，我没有空腹哈，因为我消耗的比较大，所以我不能再空腹了。那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操，这个操呢有轻快愉快的音乐。也就是牛仔很忙，哎、欸，哇，牛仔很忙，我可以申请我来带吗？好，可以啊。因为我发现我每次带完操之后，我就会比较有精神，是不是？对，就是，对，就是说在后面比较容易偷懒，比较有专注力。好好好，那你要有点专注力，来吧，牛仔很忙 ，Come on， 给你带，准备好了吗，各位牛仔们？跟着我，跟着 VV 姐，先转转手。对，记得手刀。
右边手刀，左边手刀。你往左边一点。拍手。拍脚，说错了。单手撑力。双手撑力。Oh yeah, let's go. 跳起来！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也要跳起来啊！往外，右边跳，左边跳，不要麻烦了。来，二、三、四、五、六、七、眼八，二。五六七眼八左跳 ，Oh yeah，Come on！ 跳这个歌的时候，记得我们要全身跳起来，这样的心率就可以拉得更高了。来，走的。有没有跳起来了？心率有哦，拉高。Yeah， 等一下就要开始爆汗了。爆汗了，来，有没有爆汗了？你有没有感觉你自己带操就会比较容易爆汗，是不是？对，好不好？所以怎么样？你要一直来带操吗？所以我觉得我连续带两个操，我觉得我应该。那女生操再给你带一下，哎、欸，好不好？好啊，好啊，可以吗？但你要扭起来哦。你不要乱动我们的手跟脚哦，好不好？那给 V 姐鼓励一下，觉得她带的好的，帮她按赞一下，好不好？大家一人按一个赞。我自己认为有把握，就是牛仔很忙跟女神操这两首而已。那你女神操记得蹲下去一点点，你不要站起来，不然大家就会选你了。好 ，OK， 那准备好了吗？刚才我们手脚暖了一下。那准备好了吗？刚才我们手脚暖了一下，现在我们呢，再用我们的臀，切记屁股向后。然后最后下上 OK， 就在这里我的过程，哎呀，我们的 Vivi 女孩来 Vivi 男孩女生让 Vivi 再带一下女生操，女生操跳完之后我们就要来学新操了，要学新操了哈，来开始 on, 预备起 来音乐起来，对，开始扭起来，等腰，扭起来，缩小腹，动起来，准备啊、哦，准备二头，先习惯一下。男生跳出魅力，女生跳出性感哦！加油，二头，五六七六，来，找不到拍子了，嗨嗨嗨，不要急，这有拍子，嗨嗨嗨。Five, four, three, one.
手心向内，很好。待会我们要准备上新操，带大家一起来跳。先跟着我们女神操一起扭起来。我们预备，下下上上。来，哇！下上上，哎，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上上哇，这个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对。手掌打开来，不要这么紧握着拳盖，怎打开啊？上来可以啊，五六七，换，换，对，再扭上，来准备，五六七，二头 ，Come on， 三头。跟着下上一下下二上上手掌摇摇肚子吸起来缩小腹 OK 哎、这首歌不容易耶没有我觉得你代操我比较习惯听另外一首对今天他我比较习惯听这首不是刚这首是这首才对哦应该是另外一个刚刚那首比较快对然后这首女神操不是刚刚那个节奏你比较不好抓对对 对, 对但你看他带还是流汗了、啊、对对哦你看我的这是我的眼泪啊好了来这是我的珍珠各位喝口水这个水哇你看这个水来果然告诉各位现在呢七月的第一场直播要跳新操了就在此时此刻我要教大家了大家知道是什么操吗各位告诉大家猜猜是什么操帮我刷出来看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大家穿这个衣服是什么操猜对了没有水手怕水 yeah 来音乐帮我放下莉莉姐怕练对水手怕水水手怕水 Vivi 姐怕水愿 Vivi 姐滑水哈哈哈哈这水手怕水太适合我了 对跟大家讲一下我来简单的讲个动作你放小声一点点我跟你讲个动作然后大家呢待会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跳水手怕水对各位就是各位就是水手怕水大家打水手而已对不对是水手怕水好不好周杰伦的新歌水手怕水各位今天呢在直播间呢跟各位说一下今天呢大家做的动作呢不复杂也不困难前面做一个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大家会吗对跟着我练习一下这样子然后呢脚都是这样子啊、哦，一个是这样子然后还会有这样子一二一二三四然后再来动作呢还有这个一二三四对为什么这个动作是教练是这样要减重线吗对捡东西对但你不用蹲那么低对你要它就是这样一二三四 OK 几个动作比较稍微难一点的另外一个是这个还有射箭对就感觉像射箭这个以前我教过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教过大家腿并起来之后往外跳、并起来往外跳对这个动作然后呢很简单的滑水滑水 Vivi 姐的滑水耶、yeah,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滑水了对滑水好吗各位想不想跟着一起来跳一场新的动作大家学一下可能刚开始大家只要先慢慢跟上就行了不是非常的复杂很简单很好玩很有趣的新歌来啦来大家一起跳起来水手怕水大家一起来滑水来喝口水哎、欸、这样很好哎、欸、以后我就跟你讲说来水手怕水大家一起来滑水来水手怕水大家不能滑水来来来一起来哦准备好了没开始哇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子来加油然后蹦蹦大一水手再一次哦 Come on 蹦蹦哎哎
底要怎么样？什么？就这个。第二动作，打开来。练扩胸，练。好，来喽，叮叮叮，拉开。划水，划水。再一次哦，波波，波波，来 ，go， 可吃不吃不吃，可吃不吃可吃，五六七换，脚还是一样，手往上推，五六七 go。加油，各位！等着，划水，我们是水手，再一次，叮不灵叮，叫我，手会非常酸，这一个，下一个，教练，你可以站前面一点吗？这样你看起来更像大力水手。我一教会忘记，再来一个上面，很好。哦，好酸啊！手很酸，对不对？救命啊！教我。啊！哦耶啊！很累。再一遍哦，好、啊，手会很酸，对不对？加油，不要做手背，非常棒的。再一次，哦耶，哇 ，pose， 耶 ，pose 啦，最后一个，哦，对 ，OK， 怎么样？大家学会了吗？太酸了。好好好，我跟你讲，这样子，我刚才一遍。我也没有跳好，我从来没有跳手，对，像跳腿一样那么痛哎、欸，所以我怕水。大家学会了吗？这一场这个直播这个动作非常的可爱，大家可以跳一下，加油！就这样子，我跟各位说一下，这首歌我再给大家跳一次，再一次，再录一次。你们会觉得刚开始感觉好像抓不上节奏，乱乱，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再多跳一次，你就会抓上了。对，很简单，不难哈。但觉得手背会非常的酸，所以大家喝口水。最主要这个，帮你肩膀、手背做非常好的雕塑，同时还可以调整你的有氧的训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啵分啵分，再一次再一次，好不好？啵分，要不要再来一下带大家？还是待会再大家一次？没有学过，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第一次学。那这样，我跟你讲，我先带大家带几个操，然后我们再带大家来跳一次，待会后面好不好？来，你待会再帮我拍一下，因为我一下教大家的时候，一下子呢我会忘记下一个动作。好，好来，接下来我们先来《本草纲目》，把大家的心率拉起来。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学，我们今天可以学三次啊，好不好？对，刚刚音乐太小，水手怕水的音乐比较小，你要注意一次啊。还有那个音乐，公公也是比较小，所以要调整一下啊。OK。加油，各位！我们先来《本草纲目》，把心率拉起来。刚才的手很酸，这样锤练一下，这个就大声了。来 ，Come on， 很喜欢吧？夏天就是用水手怕水来清凉一下。加油 ，Come on！ 多喝一点。五、六、七、go， 小动起来。再来一次。待会我们会再跳一次水手怕水，给大家看一下，五、六、七、换，水抬高。今天就是要教学大家，早上没关系，礼拜天，今天礼拜六早上，是我们早晨水手怕水，让你清凉一下。Come on， 先用本草纲目把腿再暖一下。Come on， 五、六，腰间的肥油，很好，加油。Come on。五、六、七，换左边，
吐气，五六九，换，脚底踢一下，很棒，踢起来，加油，暴汗，早晨使用的汗就出门拍照，特别好看，我就是喜欢这样子，让自己流流汗 ，Come on， 动起来，五六九，换前面，一二三四。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再一次，五六七，换腿抬高，二二二，起来，二二二，加油加油，再一次，五六七，换，好，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再来一次。早安，各位，跟着我们一起 ，Come on， 暴汗、流汗、全身燃脂，开启你美好的一天，动起来，很好，动，五、六、九、换，腿抬高，动起来，耶、yeah. ，往前一点 ，Come on， 动起来，五、六、九、换。再来一次，五、五、六、九，换左边，三、四、五、六、七、八，再来一遍，五、六、七，换脚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九，换再一次，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OK。Oh yeah。Yes。怎么样，各位？爆汗了没？有好爆汗的帮我刷一下爆汗。哦、oh, ，欢迎你们，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迎接七月的新操。谢谢梅长苏。我跟各位说一下，就在今天早晨，刚才我们跳了一遍。那我觉得过程当中，因为我教大家的时候，我自己。太少教跟跳，所以呢有一两个动作没跟上，我待会再教他跳一遍，我好好跳一次给大家看，然后呢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学起来，动作不复杂，不复杂不复杂，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学会。我也是今天早上花，就是提早半个小时才学的，对，很快就可以跟上，所以呢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比蛇舞好学多了。对、哦、来，真的，接下来我们来调整呼吸，喝口水，我们来一下周大侠，把心率拉起来，完了之后我再给大家跳一次水手怕水，好不好？如果刚才没学到新操的，这首完之后我会再来一次水手怕水，想要学的帮我刷下响，好吗？ OK， 已经爆汗的帮我刷下爆汗，早晨起来跟着我们动，开启你美好的一整天，让今天充满希望。各位，我知道环境不容易，大环境整个可能对你来讲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没关系，现在已经新的开始了，各个城市都灾星了，大家可以开始重新出发，我们一起努力突破各样的难关。是，有各样难关就是上天要帮助你成长跟突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相信你自己，也相信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来吧，周大侠，现在面对我们的困难挑战，用周大侠送给大家，因为你要全力以赴击破各样的挑战跟困难，好不好？来吧，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Come on. 看我的左臂，搭上腰，腋下夹紧一点点，不要太开。对，出拳的时候回来再夹。哦，勾拳，勾击，再一次勾拳，勾击。Come on. 再一个，下勾拳。加速，再一次，很好，好呀，我的汗怎么在喷的，你看一下，我眼前有汗在喷，我还喷到我嘴巴都咸咸的。哦，过瘾，待会再来新操哈，稍等一下，核心，再一个。
Come on， 加油，玉碧，宝贝，冲起来，右边，男孩女孩动起来 ，Come on，Come on， 再一个，呼气，五、六、七、八，开动。哎呀，爆汗，舒服。我们继续最后一套组合拳，来。来一个。再一遍。超酷的，我们这边掉了一个蜘蛛，有看到吗？看到吗？爬走爬走，大家看不到。你入镜了，蜘蛛。真的吗？过瘾吗？各位，有流汗的，爆汗一下，出来了吧？哦，今天汗流出来，就是让你的脂肪从汗腺出来，从二氧化碳排出来，从你呢上的厕所大号小号出来。你要需要动，动起来，让你的心血管。让你的心率，让你的身体更健康，静态下拉伸，对，好不好？今天这一个直播间七月的新操要分享给大家，就在待会我喝口水，我马上带大家水手怕水，水手怕水 ，Vivi 姐划水，轻松一点的，水手怕水，大家一起来划水，耶、yeah! ！让 Vivi 的划水划出来，大家真的一起划。滑滑，你说你是不是因为我常在滑水，然后你就想到这个 idea， 就帮你做一个滑水的运动，让你在滑水区正式滑水。好了，来吧，各位可以吗？练完之后鼓励大家跟我们跳操，我们大概就是跳到10点半，跳到10点半，我们10点半之后你们可以洗个澡，准备一下出门去户外走一走，好不好？来 ，Let's go， 如果还躺着的。麻烦可以起来跟着我们动一下新操，好不好？简单的动作哦，准备。水手怕水，来喽 ，Come on， 来啦，来拍一下，快。Come on， 再一次，很好，来 ，Come on。来个滑水，我最喜欢滑水这个动作了。大力水手，再一个。手往上抬，很棒，再一个 ，Oh yeah， 打开胸，我这喂忘了，林木林就划水。零不零不零，然后就划水。来一个，再一遍。上下，手很酸，我知道。我也一样，哇、哦！不要吵哦。嘘。哪个？最后两遍就结束了。手很酸，再一次。
欧耶，大力水手。爸爸，水手泡水七月送给大家清凉一下，耶、yeah! yeah! ！光明正大的一起来划水，划水，划水。我知道了，我不这样很好记。你看，顺着音乐放。水手，水手，蹦蹦蹦蹦，然后拎不拎不拎，拎不拎不拎，完之后就划水嘛，划水。我刚才突然拎拎拎拎拎完，然后就划水，划水。OK， 好玩吗，各位？很好记，很好记。这个操好不好玩？手背比较酸，尤其肩膀。这个操可以让大家拥有美人肩，切记，因为我故意做一些手部的动作非常多。而且很多人会有这个什么拜拜袖，然后呢还有副乳，对，然后还有背很厚，所以这个可以让你可以处理这些问题。Yeah， 大家出来，好玩吗？喜欢吗？会了吗？有人说会了，好可爱，好喜欢，对不对？喜欢吗？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对，这个是卡斯普卡斯普斯卡斯普斯卡斯，比、哦、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子，那你再跳的是普斯卡斯，然后你看那个脚脚普斯卡斯普斯卡斯普斯卡，然后再往上推，再往上，会会又又有没有？很有意思，鼓励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好不好？让大家在这个当中呢，慢慢学会。各样的操，你就会觉得哇，每次跳音乐一来一跳，你的时间就过去了，而你也全身燃脂，全身雕塑，好不好？来，现在我们再来一个踢腿的动作，把心率拉起来，好不好？也是简单的，鼓励大家一起跟着我们跳。如果你还没设关注的，赶快帮我们设下关注。今天早上可能有很多新朋友现在进来的，对，设下关注，领左上角的福袋，简单的动作，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代号47，谢谢。对，如果你刚进来错过那个水手怕水操，待会我们。那个还会再跳一次，结束的时候再来一次，我一定要今天跳一个完整的才行。再请摄像准备再拍一遍，好，来，准备，简单踢腿的动作，帮助大家全身燃脂 ，Come on， 脚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起来，点点点点，很简单吧？点。准备踢腿，五、六、七、go， 小背挺直，左脚踢起来，小步，提气的力量，左脚踢，很好，可以加手，很棒，五、六、七、go， 跳踢，再一遍，很好，再来一次。Come on， 手牵手跳起来，踢起来，核心，五、六、七、八，再来一次，五、六、幺，换蹲，屁股往后蹲，向后坐，刚来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一下。左右两边踢，把腿踢开，很好，阿伦，谢谢啊，欢迎你们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五、六、七、go， 跳起来，吐气，开合跳，再一个，五、六、七、go， 快。Two, three, oh yeah！ 调整你的心率，慢慢的，轻轻的，很好。五、六、七，不对，蹲踩，调整呼吸，脚踩后面，很棒，各位，加油！早晨我们就是持续燃脂，燃烧你储存的能量，让你的假期能够好好享受食物。转身，对，要跟着转，很棒，慢慢的学会，一步一步的，很棒，再来一次跳，转，很好，再一个跳，转，再来一次，加油。
在动起来，如果你刚进来的赶快设关注，零左右找不到，跟着我们一起动来保龄球。 OK， 呼气，抬头挺胸。 Oh yeah， 再一次。 Oh yeah， 呼气，很棒，再来一遍。五，再一个哦，最后核心要稳定，下背抬起来。OK， 哦呀 ，Come on，、可以吗？各位，调整呼吸。今天真的是礼拜六的早晨，很多人来到早上起床，那记得千万不要浪费这一整天的早上。你动起来，你看我全身都爆汗，全身是汗 ，Vivi。是不是也是全身是汗？快点，全身爆汗。好，走一走，休息一下。不要休息，休息什么东西？不能坐下来，不能坐下来。你不要示范坏榜样，在跳的过程当中，尽量原地可以踏步，不要坐下来，调整呼吸。因为你还在继续动的时候，不要完全坐下来休息，好不好 ？OK， 调整呼吸。今天在直播间让大家跟着跳，接下来来一个早晨，可能很多人。如果还没有上厕所的，这个跳完之后应该会想要上厕所，那就是蛇舞。来，准备，来，我们一起动起来。你跳完蛇舞之后，你就会知道今天的新招“水手怕水”有很简，有比较简单了。对了哈，对不对？好，来哦，可以吗？一起来喽！大家早晨蛇舞来一下。如果你还不会，没有关系，练习跟着跳，没人看，你就在家里，大家练习跟着跳，动起来 ，Come on。准备，摇起来的哈，这个记得动作练习这样，对，很好，把这个动作学会，待会我会教大家一起动起来，只要你愿意，每一次都会进步的，加油 ，Let's go， 扭起来，屁股扭，手叉腰，对，中。屁股准备，坐，像女神操一样。再一个，摇一下。再一次，副歌，摇。小瘦子们 ，Come on， 跟着一起摇起来，扭动你的腰。再一个，对，腹部用力，吐气，吐气，咪咪，胸。臀部准备。来一个，很棒 ，Oh yeah， 来副歌，左右，右边，对，摇起来 ，Come on。再一个，摇起来 ，baby， 手抬高一点点，折腰，对，很棒，会越跳越好的各位，副歌，来一个。Oh yeah! Yeah! TV Bye! 有越来越棒了大家。有。你们越来越棒。我有没有越来越棒？有。自己觉得越来越棒。有啦，有进步了。越来越棒了。来。所以我们今天地毯一定要搞好。调整一下。不能再滑来滑去。好，
记得哦，大家在跳操的时候不要害怕新的，你们新的七月来临了，为什么要给大家新操？切记一件事情，每次大家遇到新的都会害怕，容易在自己的一个框框里面不愿意跨出去，会认为说我不行，我做不到，我不适合，这不是我擅长的，我只能做我会的。每一次的突破跟改变是你在练习的时候要持续进行的。我相信新的操，这一次我没有给大家很难的操，但是有一些动作也是让大家学习持续可以进步，所以不管蛇舞女神操都是大家一步一步进步来的。对，所以到现在水手怕水大家非常的喜欢，觉得很简单比较轻松一点，但其实在过程当中你真的有在练，你会发现你的手背很酸。对，我觉得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懒散的人，然后呢觉得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有企图心啊，是。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个性有一个缺陷，就是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会让我觉得对很多新的东西或者是要学东西我会没有那么的积极，然后努力跟坚持。对，但是呢我后来发现不要去设限自己，因为呢有时候我脑袋先设限了，说我不会，我不要，我不想，然后呢你就不会去跨出那一步然后去做。Yeah， 可是其实没有那么难的。没有这么难。对，大家喜欢水手怕水，对不对？你先不要想我不会我不想我不要，然后呢跨出那个舒适圈。Yeah， 你就可以开始进入改变。Yeah， 好不好？各位很棒，帮我们持续按赞一下，给我们鼓励一下，让我们各个城市的小伙伴在今天早上愿意起床的人都被鼓励到了，他就会相信有很多人跟他一起在努力，你不孤单，我们一起向前行，突破我们的难关，好不好？接下来来一个腿部的训练，比较简单，基础简单的腿，带大家一起来练一下，好不好？好 ，OK， 记得哦，你只要在蹲的时候屁股向后，音乐放，屁股向后，对，对，然后提起来胸，跟着我做，转，颠，都非常简单，只要你愿意，今天只有一个腿吧，一个腿，来，一个腿而已，加油。5 4 3 2 1 go， 千万不要说我不会我不要我不想哦， come on， 不要怕，各位你不孤单，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come on， come on， 来跑脚尖，这个练臀腿会让你的屁股很漂亮哦，吐气让你的屁股会翘哦，臀要抬起来哦，屁股一起拉高，这里，再一遍哈，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这里提起来，提，提，不要只有小腿，屁股要提，脚往外，边起来，对，对，再一个，很棒 ，OK， 旁边，往右边，腿一样向后，不要往前。对，重心在上方中间，屁股向后蹲，屁股向后蹲，再来一次，跟上，呼气，很棒，很好，加油，来，最后了，脚打开，换左手，来左边，哇，很好，换右边，再一遍，换左边，压一下你的臀部，很好，来右边臀部， OK， 调整呼吸一下，喘一下，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次，跟着一起来，今天早上就一次练腿，把你的肌群动起来，是不是一开始只练腿会有点酸，对不对？但就一次把它激活一下，动脚先蹲，对，蹲高，很好，再一次， come on， let's go， yeah， 你可以的，5 6 7 8颠起来，来，臀颠起来，腰挺直，看我的侧面，你也是要一样，膝盖向外 ，OK， 左右颠起来，
再见。很好，各位，坚持住，你可以的。OK, good, 怎么样？哎呦，掉下来了，这样。哦，刚才大家是不是已经爆汗了？有爆汗帮我们刷爆汗，早就已经爆汗了啦。刚刚他们说要冲一下什么人气榜，是不是？那是冲榜要做什么？那是干嘛的？我不知道。帮我们冲一下人气榜。刚刚有粉丝在刷的。你是说按赞是不是？对，一起按赞一下好不好？大家给我们哥哥王明霞来，赶快设下关注哦。还没有设关注的，赶快设下关注。在今天早上你进来，既然发现到了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我就是传说中的刘教练。刘教练。他就是，我就是爱滑水的 Vivi 姐。哎呦，哎，你这帽子，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滑水，因为今天有水手怕水，在滑水区滑水，包含了感觉真好。Yes， 所以我跟你说，今天水手怕水，大家滑水没有这样滑的，滑水是抓桨，是这样子的。大家一起来滑水 ，Yes， 对 ，Yes， 对 ，Yes，OK， 来哦，待会我会再跳一次水手怕水给大家看。然后我把它录起来，因为我刚才在第二遍的时候又漏了一个动作，我今天还是要跳个完整，不然我不甘心，好吧？现在呢，我们刚才练完腿，我们给大家稍微轻松一点点的，让大家能够心率能够缓一下下，我们再来一个手部的动作，好不好？啊，不行，我待会要那个什么，那我给大家女神操，来 ，Boy and Girls， 我来带一下大家女神操，好不好？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来，纯摇的哦。加油，动起来，记得你看你旁边是不是跟我一样，抬头挺胸，臀向后翘，对，脚不要转，转是不要转，是要这样子的，不要转，对，不要转，转是随手怕水的，加油，不一样哦，哈，推的是不是？对，就是要推屁股，要推这里的，推你的假胯宽的这两边，手动，对，很好，有没有跟上了？只要你愿意一步一步的跟着我学，你都会，你放心，多练几次就可以了。三头，再来一遍，再一次，吐气 ，Come on。吐气，五六下上，加油，手摆上 ，Come on，Oh yeah， 下上，再一遍，很棒，你们有跟上了吗？动作越标准，你越能够把你的臀线练出来，加油，还有你的腰。对，快！为什么这么多小伙伴，男女孩都有小蛮腰了？二头，不要做手背的动作，再来一遍。三头，手肘向前，很棒！再一次，下。如果你刚进来，记得要关注你左上角的福袋，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 ，Come on！别错过，摇一下就好，调整呼吸，摇一下，很好，各位。今天我们穿这样的服装，所以我们要跳水手怕水的新操，待会再跳一次给大家看一下，跟着一起练起来，调整呼吸，很好，听着音乐，二头准备动起来，不要做你的手背线条，让你不要有蝴蝶袖。拜拜秀 ，Come on，Let's go， 三头，成了，下上。如果刚进来的，帮我们设关注，点左上角的彩蛋，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Come on， 再来一次，最后了，吐气。Yeah， 你撑一下嘛，不要每次一月停马上就放下来。哦，好，你要撑住，摆 pose 的了。因为那个时候
你的手很酸，对，然后我知道酸，所以你要把它撑住，效果更好。好，这就像是每一次人在突破没有那最后两三下，他练的效果就不好，所以撑住。 好，加油，不要这么的让自己一到就马上停下来，你要胜过这个音乐。他音乐停了。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六。那明天礼拜几？礼拜天。那礼拜天我们要做什么？礼拜天要户外直播。耶、yeah, 听到没，刘教练说礼拜天明天要户外直播。是礼拜六我们会到户外带大家直播，这是我们第一场，所以是我精心预备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会不会出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怕，我却还是要做，因为我勇于挑战，我勇于做改变，我不会只是待在同样的一个方式或同样的一件事情持续原封不动。我最讨厌的就是一成不变，而是要常常改变，持续的改变自己，对，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新又新，日新又新，什么更新又新？哎，对，日新又新，对，好吗？好，今天呢，在早晨，大家刚才不知道有没有跟跳我们的新操《水手怕水》，喜欢吗？明天晚上是7:30哈，明天晚上7:30，7:30我们会在户外哦，户外哦，但是是在哪儿？对，明天你来就知道了，明天你来就晓得了，好吗？现在早晨，我们现在要再跳个水手怕水，我们再来一个水手怕水，你们准备一下了哈，再给你们录的一次机会，我们再练习一次，其实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哈哈哈，故意说给他们的机会，给我这次机会，我要跳一个完整的，不能再错，好不好？我们要录起来。有些人说想要到现场，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可不可以到现场。到现场要预备吧，我们如果要聚众要预备的，之后会可以到现场的，我会告诉你们。这次我们是在一个园区里面来做我的新的一个操，但是当然可能园区也会有一些人会围观，但是可能大家我不能先告诉大家，因为我怕在那个时候呢，人家会觉得我们好像是要聚众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呢，我还是先保密一下，好不好？来，有动作不会跳的吗？没关系，你再来看一次，跟着我们一起，好不好？画面不同步吗？有吗？很同步吧？你的网络不好吗？我跟你讲，右下角那个三个点你按一下，然后让那个点呢调到那个最普通的清晰度，它就不会跟不上了。来吧，来，现在在10:10我们再来一次7月的新操水手怕水。来 ，Let's go， 来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夏天水手怕水，让你清凉一下，让你正当的滑水。Yeah， 不要再跳错了。哎，大力水手来了。哎，再一次，再来。OK， 把出去。哎呦，这杰伦的 MV 也有这个动作，打开，扩胸，很好。来，灵不灵不灵，准备滑水，我们是水手，再一次，来 ，Oh yeah， 大力水手，来 ，Come on， 不吃可。Yeah， 手往上推 ，Oh yeah， 嘿，嘿，嘿，5、6、7都 ，Oh yeah， 打开扩胸，划水。再一次，哦呀！教我，大力水手，蹲两下，再一次，都很酸，对不对？啊呀！5、6、7、8，手往上推。手很酸，我知道，我也很酸。1、7，努力。Come on， 再一次。最后撑住。
我知道很酸了，再一个，再一个，手背雕塑，没有蝴蝶袖、八瓣袖，什么？上面美人尖，加油，最后要 pose 啊！哦耶！随手泡水，让大家清凉一下。七月送给所有的男孩、女孩们，耶、yeah! ！哎，这是我自己鼓掌啊！啊，手太酸了，耶、yeah! ！肩膀太酸，耶、yeah! ！哦，肩膀很酸吧？ Oh、好不好玩这首歌？我终于完整跳完了。我只有练腿，就用这个。我只有练腿，其他不准发。没有，我只有练腿的时候很难管理我的表情。对。但没有想到，好不好玩？这手臂到最后，表情也很难管理。因为有些男生啊，告诉我说，他们没有肩膀，穿起衣服来其实不好看。那女生很多呢，她的肩膀这边肥油太多，还有手臂腋下，那我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操，非常的有意思。在大家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是大家手臂常常露出来的时候，穿无袖。你是说这样吗？对，穿无袖的。你是说这样吗？是这样子。哦呦， yeah. 有肩膀，是不是有肩膀？这个地方的肌肉就会有额头被练起来，好不好？会有线条，过不过瘾？好不好？好不好？可以吗？再一个轻快的音乐，带大家一起溜起来。牛仔很忙，我们一起来动一下，好不好？你看这个歌在夏天听起来多么的愉快，是不是？只要跟着我们在直播间尝试新的挑战。你不断的进步，你也会越来越喜欢自己，越来越爱你自己。来 ，Come on， 滑走，来，给你带，加油，啊、不要带，还用我带，不能带错哦，往左边一点点，右脚在这条线的中间，对 ，Come on， 先活动一下手，手刀哦，手刀左边，手刀右边，抬腿。跳起来，跳起来！这一首歌我们到最后已经可以全程跳起来，双手双脚。节奏节奏节奏，不要急，不要麻烦了。往外，右边跳下，左边跳下，再一次，再一个。踢腿，如果你刚进来的赶快设关注，拧左上角的福袋，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我跳很好，再来一次，欢迎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着我们一起，男孩女孩们动起来， Come on， 加油，麻烦了，哦，手刀说错了，双手拍，双手双脚，屁股向后，记得哦，三手三内，跳起来，哦呀，双手三内，不要麻烦了，哦呀。右边跳，左边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啊哈哈，啊啊啊，木偶跳，撑住，不行了，我快不行了。Oh yeah！ 怎么样，累吗 ？Oh yeah！ 我好喜欢他帮我带操的感觉啊！已经跳到这时候，还这样跳，哦，真的是太累了。哎，这个是随手怕水，又不是龙泉，你干什么？什么？这是牛仔很忙啊！啊，不对，这牛仔很忙。你在说什么？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下，今天是礼拜六的早晨，很多新的朋友进来，谢谢你们，欢迎大家设关注，领左上角的福袋。各位，我们一人按一个赞。给我们所有小伙伴鼓励一下好不好，因为你们在礼拜六早晨天气这么好，你们起来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透过运动跟健身跳操开启你们一天，给自己一人按一个赞，
我们手上一按一下，让我们所有的城市的男孩女孩们，你们不孤单。各位，我现在开始出门了，我见到好多男孩女孩，我心里非常的感动。那是以前待在直播间里面，我看到留言跟看视频，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跟遇到真人是不一样的啦。很多人他们复工了，也许有时候没有办法跟着我们一起来跳，但他告诉我们，他们只要有时间就会做，或者看重播，或者呢去看短视频，自己来跳着练。当然我们会想办法让大家在过程当中更方便的能够让你坚持下去，对，好吗？也请你们不要放弃，今天可能有些人假日刚好可以来跳，对，欢迎你们回来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带给大家充满活力、充满希望、充满盼望的一整天。 Love you， 爱你们，好不好？来，各位，今天呢我们再来一下，在最后《本草纲目》再把心率拉起来，好不好？今天早晨只跳了一次《本草纲目》，在最后结束之前我们再来跳一次《本草纲目》，好不好？音乐给我 Come on。 哎，今天礼拜六不是要轻松吗？轻松啊。怎么感觉今天好累啊？不累啊，哪有累，我觉得很轻松啊，是不是各位？ Come on， 加油，一起进来，大家觉得很轻松。来 Go。哦，待会我会给大家阳光宅男，没问题。今天充满着阳光，我们要来一下阳光宅男。五、六、七、Go， 画打开，加油，动起来。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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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腿抬高，动作换一点，腿抬高，流个汗。Five, four, three, two, one， 五、六，交换，来腰间的肥油，啪啪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啪啪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左边，很棒。把你的腰间的肥油，我们咔咔让它掉。五、六、幺、二、小弟，二、三、四、看，很棒哦，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再次动起来。五、六、七、八，再一次，二、三、四、五、六。腰转看一下，帮你人鱼线、马甲线练出来。五、六、七，再一遍，吐气，很好。五、六，交换，腿抬高，很棒，各位，做得很好。哦耶，五、六，交换，再一次。五六，啊，看着念口号。五六七八，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高底，啊，很棒！欢迎大家进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刚进来的，赶快设关注，拧左上角的布袋，调整呼吸，我们从头再来一遍。破音冒汗，燃脂就在此时此刻，你的身体要越来越好喽。腿抬高，腹部的肥油让他害怕，让他离开，燃烧他，燃烧他。五六交换，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来，左边再一次，很棒。最后了，对，五六幺，换小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再一遍，前面二三四，最后最后，撑住。各位，今天最后一次本草纲目了， Come on， 五六七八， Give me back， 爆汗站一下，是不是爆汗了？是不是过瘾？哇，今天我们穿这衣服是因为我们七月的新操，新手怕水，所以就我们穿了这下，好看吗？还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啊？那表示你刚新进来哦。对，我们呢穿这样是因为新操，是有水手怕水。大家一起来划水，哎，什么大家光明正大的在直播间划水，
七月再给大家新的，帮助大家在七月里要有新的突破，新的改变。那夏天很热嘛，是不是要有水？感觉水很棒，所以我就用水手怕水。那我们明天在户外直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跳然后一边洒水吗？哦，哇，你想的非常的美。把荧幕都弄湿，然后结果跳电。对，好了，来，现在我们在后面呢，给大家稍微轻松一点点，来一个，大家想要公公片彤彤，好不好？简单的公公片彤彤，带大家跳起来，好吗？可以吗？预备喽，你先放音乐，简单的改善原先驼背。如果你刚起床的，阳光宅男不要，最后要不要再来一个阳光宅男？我先跟各位说一下，手心向上，往外，改善原先驼背，大家一起动起来。好不好？如果家里有刚起床的，这个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动，不要错过我，好不好？来准备咯。Oh yeah! Let's go! 手心向外，对，向上，扩胸，再一遍，五、六、七、八 ，Come on! 再一次，吐气，很棒，对。如果你现在呢，刚才都没动，只在看的，麻烦现在帮我们动起来。对，五、六、七、八，手心 ，Oh yeah， 很棒，手心向上，再来 ，OK， 吐气，这样会改善加强你背部的肌群。对，往后夹，往上，这是背部的，手记得往中间去。对。往中间，再一次，很棒，加油各位，五、六、七，点一下 ，Come on， 点进来，再点一次，吐气，很棒，五、六，再一遍，手头记得拉，看弟弟改变了之后，你看他还没改变，看到没有？对，要耸肩，抬头挺胸，挺胸，肩膀是往后拉，不是耸肩。看吧，五、六，从头一遍，吐气，手心向外，改善扩胸运动。如果你刚进来的，帮我们设关注，这个动作跟着一起跳起来，很简单，改善你的圆肩驼背。长辈、大人、小孩一起动起来，鼓励家人的大人、小孩把这个动作学会，带他们一起跳，很好。手心向上的夹后背，夹后背，对。加强你背部的肌群，平衡你的胸，而且往上，抬头挺胸哦，不要弯腰的，抬头挺胸，对，吐气，很棒，对，手跟着我做，来，夹，夹，点，点，拉，像射箭一样 ，OK， 拉，拉，拉，对。这样就能够改善你圆肩驼背，让你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再来一次，最后一个操跟上，我们要准备拉伸 ，Come on， 加油 ！Oh yeah， 五 ，Oh yeah， 好了，各位， 今天呢，在最后一个操，哎，这累吗？哎。如果你觉得公公片头都还累的，那你是不是没有跳其他的操？还是说跳到现在有点累了？这个动作已经是非常简单了，好不好？这是帮大家改善圆肩驼背，而且大家如果是家里有长辈的小孩，都可以跟着跳。已经跳到现在，然后再跳公公。本来公公在前面的时候还是一个拉伸，然后呢，可是暖身不是拉伸，暖身。然后跳到最后之后，这首歌感觉已经就是有那个强度了，对，因为你身体已经酸了，很酸了。好，最后我们用 Mojito 来带大家做一个拉伸，好不好？对，来 ，OK， come on， 帮你的手部做一个简单拉伸，加油，手向外，你的手要变细了。有一直跳到现在的，帮我刷下五，好不好？帮我刷下五，恭喜你们今天打卡成功。我们打卡成功结束了耶！ Yeah. 拍手拍手，按赞按赞，高兴哦。如果你在休息的时候，帮我们持续按赞一下。我们撑下来了，恭喜你。今天不难吧？而且还有新操给大家，哎，好不好？来，我们最后做一个拉伸，对，拉伸了，拉伸了。左手把，今天肩膀非常的酸，我们大家要好好拉一下。每次一听到要拉伸，就莫名的开心。对，很好，手再打开 ，OK，
对，肩膀碰你的下巴，调整呼吸，吐气。哇，有很多跟玩的，对不对？耶、yeah, ，大家觉得不难，新操刷五的，谢谢你们，空心打卡成功，恭喜你们！哇，有人燃到快600卡，拉下肩膀， okay, 肩膀很酸哎。这个背三头，好、哦，对，很好。慢慢的往下拉，芒果，再往下。对对对对，这样。好，换手，打开来，手放这个地方，右手抹着你的这个。哦、那个肘关节、对啊，很好、OK 好了、双手握拳放在后面，全心顶在这里，你的肩膀背拉一下，对，然后你的头向右边，左上角往这个方向去，头往肩靠，往左上。